还有在不错，门铃吗？还有一堆人还没进门呢、欸。还有小厕所。有啦有啦，开门让所有人进来了。看一下，他好像哦，这边也是有一个个人休息室，这边有个人休息室。音表技能干嘛？可以吗？ 不行啊，不能硬啊！一个玩家现在在玩蛇皇，坐在沙发加入游戏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可以玩蛇皇的游戏，是不是？迷你游戏，哎，我动不了了。我坐在沙发上面。好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！靠，春天会馆，现在你们自己找地方开去联谊啊，对不对？自己找地方联谊啊。来来来，我来。这里有五十二寸大电视，老板。蛇皇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，老板就差你一个，老板。 蛇皇，那个感觉好色情哦！加入蛇皇，加入蛇皇能干嘛？不知道，我按了。有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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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酷哦酷哦！怎么玩？好帅哎！呜呼！然后呢？我们要怎么玩？加入游戏。有有有有有有。 好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来一决高下！这是什么玩？贪食蛇哦！烂呢、欸，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嘞，贪食蛇嘛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这个写真那个天蟾变啦。太逊了，就贪食蛇嘛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就把别人包起来，你要抢地盘去包它。 刚刚是谁说包谁？某一盖，某一盖，某一盖，某一盖。就是那个抢劫第一关的那个游戏嘛，一模一样的游戏。光速战记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左右不行？射的好弱。不要靠近我！ 他自己在玩呢，好厉害哦！是啊，是早就死了，自己玩。嫩。Yeah, winner, total cat！啊，算了啦，我不想玩什么蛇皇了，烂死了。我要退出游戏。如果我们都不退出，我们强制玩蛇皇。谁在跟我拍照？他们偷拍老板是怎样啊？我可以把那个人赶出去吗？ 要收钱哦！收肖像权啊！等一下，我先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这个办公桌是干嘛的。还有一堆人在按门铃。你要不要先去你的大作，对不对？专用电脑。不是，这里。我靠！大家都在准备听我剪报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好猛哦！还可以放黄金手枪、欸，哎、啊，好屌，是怎样？好威哦，这感觉旁边好保镖。<笑> 哇，这个好凶残的感觉哦！这里，哎、欸，然后铁牛说他想要加，要不要加一下？加铁牛啊，加铁牛，该换个秘书了。我觉得这边找一个路人都比较正多了。所以呢，坐在这个位置上能干嘛？今年的业绩真的是很烂，<笑>后面还要毕业，我们员工越来越多智障了，怎么办？还有一个小胡子在那边乱，应该是中东来的哦。 给我们唱演唱会是不是？好想扁他哦！桌上好像拿起来直接毙了他这样。老板，桌上有地图，地图能干嘛？挖鼻屎！我把枪收起来，我的黄金走人。好啦，我先看一下我个人电脑，私人电脑。所以私人电脑是可以开什么东西啊？它应该是可以开一些特别的，有的没的吧？别人可以做吗？应该不行吧？不行。不行。 好，那学徒跟PD，你们两个先坐下吧。好，我们咨询心理咨询。嗯嗯嗯嗯嗯，板位好不好？老板之位，我要怎么做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没办法坐下、欸，因为有人卡着我的座位。滚啦！滚啦！好多人啊！滚啦！滚啦！哎、欸，我坐不下去啊！我的椅子有问题啊！等一下，走开啊！走开！ 走开！不要靠近我的位置啊！等一下，这谁啦？我发现我要请我的助理先把一些人赶出去了。来来来，我来，交给我交给我。
我不能在里面打人吗？宝贝，宝贝，处理一下好不好？那红头发把它处理一下好不好？有洞，有洞，有洞，有洞上不了，它空间不够大。那红头发把它赶走啊！我怎么一堆阿达阿达的春天会馆，怎么那么多阿达阿达人？上不去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！来，可以，可以坐，可以坐。老板，快帮卡好了。我要请他们出去，我要请他们出去了。不行啊，我宕机，我宕机了。就是我，因为我刚才想说按了一下，就按下去之后，我会被挤出来。他现在变成说那个按钮我没办法按。我先看另外一个，。那你先去洗个澡，看能等一下能不能坐。我先坐下来，然后再去，大家再回去坐一下。好，我知道，老板去厕所好了。为什么去厕所？厕所能干嘛？有厕所已经有的上厕所要去修啊。阿达阿达，现在有警察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要被你卡住了。有了，现在没有了，趁现在没有人的时候，赶快做。有了。靠，我又不行了，哎、欸，别来挤啦！哦，阿达阿达哎、欸，这里哦，有了，可以，哦，现在大家想看我账号密码，走开啦！来看我账号密码，滚啊！因为还在想看，有人还手拿手机那边拍。登录，哎有哎、欸。所以这个拓展需要仓库是不是？哇，仓库超贵的、欸。老板，购买仓库。资金不足，你可以购买 GTA 游戏币来增加你的游戏内的账户资金。唉，没钱啦、啊！有没有人可以先借一点啊？好可怜，好可怜，我只有5万块。没钱了。我还有40几万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需要大概10来万吧。啊，没有，我现在大概需要4万块就可以了。该刷了，是不是？也该刷了。95万，最便宜好像是20几万，25万。我家身上有24万多，我差1万多块而已。我们去玩一个什么任务就有了。OK， 老板，去银行周转，先买海边的仓库比较便宜。老板该出发了，老板。真的吗？海边仓库很贵、欸，39万，安乐岛。有什么差吗？哇，太贵了吧，没钱啊。上面呢？上面没有吗？鲨鱼卡买下去，这里呢，92万佩罗，哇，40几箱哎、欸，好，跟银行周转哦，通气就可以洗钱了，不要啦，我不要洗钱，走，我们先去玩一下差事好了，玩几个差事赚赚钱，还是你先开差事，然后邀我们，对啊，还是说要开抢劫，抢劫会比较好赚吗？抢劫好像比较久哎、欸，差不多。哇，我的浴室这么大、啊！里面还有床。我跟你讲，你洗澡，大家都可以一起洗澡。不会，我洗澡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洗。靠，厕所为什么一堆人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厕所那么多人啊？这是看我大便是怎样啊？走开啊！出去！哦，气死！感谢我们 W E N G T H I S 83326，谢谢干爹订阅。厕所一大堆人是怎么样啊？乱七八糟哎、欸！我要送所有人到外面去了，气到我！嗨，一堆那长小胡子在那边干嘛？我要跟助理聊聊天。全体步行前往。好，感谢干爹订阅，谢谢干爹。开飞机走，有上面也没办法弄飞机啊。哦，大家，我把大家都赶上来了，好多人哦。大家一起跳楼吧！我靠！超恶，超恶的！哎呦，乱七八糟！哇，打起来！果然，你看看，我要先走一步，再见。雪兔，你看到我吗？走！我靠！算了，这常有的事。好了，那我们先那个好了啦，我们先来去解一些小差事任务好了。我记得我八七耶，
我以为我有翅膀。Rain 不给你一对翅膀。我要怎么找你们？那我要先玩一下那个飞行载具任务吧。因为载具任务的话，它可以帮助怎么讲，就是我们获得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，还不错，至少可以赚点钱啊。我先存25万，然后买仓库之后看看那仓库能干嘛。别人能赚到啊！然后老板第一天就往生，被赶出来造反。我请赵哥帮我，至少我还有那个中心猛将，好不好？猛将还在。哇，赵哥驾驶技术什么都变这样了。哇靠！走开！太丢了吧！他自己掉下去了。专业接送，哇！这赵哥的技术，哇！久久没看到不忍直视啊！这个技术，哇、哦！我飞天了！哇！太屌了吧！哇靠！不忍飞，不忍直视有没有？啊！活动开始了。有赵哥已经快把我送到了。是有，哎！好多钱的图案，为什么？哎！哦，有了，还有台新的，太离谱了这个！哎，雪昭，你开直升机啊？快了，快了！接抢别人的，来接我！不要！哎！有了！是超慢的这台。哦，飞不太起来、欸，哎、欸，飞不太起来、欸，这台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你什么鸟位置啊？我死定了！可摸不到。哎，好想要本事哟！好想要赚钱啊！你开什么直升机吗？还是？对啊，超难的。哎、欸，其实这还蛮好赚的，这个碰个大概300多块。学哥，我觉得你下面这个人真的很……什么在他下面啊？听起来怪怪的。我需要。路上很多。有了，我们现在赶快先收集一点，待会应该就有钱了。我现在只差大概10000多块，所以这个任务结束之后，搞不好就有钱可以买。才300哦，他活动结束之后还会给钱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名榜上有名的话，基本上钱是还蛮多的。第一名好像可以到3-4万块吧，3万多。如果人越多的话，其实要钱越多。有了，水哦，还不错哦。我要飞远一点，那边没人去抢。在你上面，嘿嘿，还不错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这么久没玩，我技术还是一样很好、欸。哎，那我飞行技术。战局满了，对啊，没办法，但战局已经满了。刚才开就马上被皮粉挤满了。瞬间，还是一瞬间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沿岸，谁那边给我放射？谁那边给我放射信号弹？乱来！你这样是要吸引人家注意，待会我们这边就不保了，你知道？我每次玩这种小任务啊，到最后面都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被一堆奇怪的战机轰炸。你这样子是想害死我？低调好不好？低调行事，低调行事。讲完就立起，不会啦。我刚才喷东西出来，我想说完了，机器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哎、欸，可恶！那钱要开飞机才吃得到、欸。对，要开飞机啊！完了！哎、欸，我载具被他弄坏了，哪个家伙把它弄坏了？这边好像没有，我往内陆飞一点哈。哪里有飞机可以抢？知道那几个可以拿到飞机。是有。看一下，我现在目前11嘛，11应该算是第一名，还可以。低调是什么能吃吗？我跟你讲，这游戏我不知道其他玩家怎么样，但是只要我玩的时候，我不低调，对不对？这下场通常都是会很凄惨的，好吧？我都已经完全预见这个事情的真相了。有，我有点小累的，但是还可以接受。有游艇吗？有，我有买游艇啊，我买一台好像多少钱？300-400万的，那时候我刷了800万的鲨鱼卡，然后还刷了一张好像两三百万的鲨鱼卡。
我狗猫，都是花钱，飞不上去了。有有有。好，下礼拜要期末考，可以帮我加油吗？好，加油加油，加油！还没看台，赶紧读书啊！这个有点难哦，这个稍微难一点哦。哦，还建筑当中，我要先往下飞，然后瞬间把机翼拉伸。哦哟，我就知道，你看看，我觉得还是去荒原好了。荒原这边太危险。居然还要抢飞机？新的情绪管理课程要玩吗？又有情绪管理课程？好啦，待会可以玩一下，就是觉得好累哦，情绪管理课程越玩越累，你知道？玩那个是放松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飞机想故意撞我，对不对？我贴超近的啦，后面那台，哦、他故意想撞人哦，可能不可能，我的技术怎么可能撞得到？现在还想折返过来撞，我靠，根本就 assassin 哎、欸！我同时间我要碰上这个地形的难度，一方面我还要闪避这个 assassin 的攻击，到底怎么样？我是刺客教团的人是不是？有必要这么恨我？那电脑有点累格。快毕业可以帮我加油吗？毕业就毕业，还要帮你加油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又不是像我一样。对呀、啊，救命哦！我看到飞机越来越近了，后面那台，刚才看到一个影子飞过去。啊，完了完了！哎，吓死我！哇靠！冷汗直流。哇，好险好险好险！哦，那飞机真的有够远的啦。是吧？右边好像已经快飞过来了，太神啦！可以帮部落加油吗？我还没去看魔兽，我还没办法帮你加油。哎、欸，这台飞机飞不上去啊，太烂了！算了算了，我们飞低一点好了，飞太高太危险。看旁边那个跟过来了，想撞，给我下车！好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便秘可以帮你加油吗？我帮你。帮你挽肠比较快啊，帮你加油，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。碰到碰到碰到，可恶！有点难，好像都快被吃光了，剩十四个。往后面点。都还没找到飞机，都要被吃光了。不是啊，我后面那一个 RCS 一直在追我，我真的很害怕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太贱了吧，藏在树里面呢、欸。我靠，哎、欸，这好阴险哦，这个。好 ，OK OK， 来，旁边有台 assassin 又来了，第二台 assassin， 来，他来战斗机，我有点害怕。哇塞，故意的，摆明100%故意啊！草莓100%，哦哟，骑车算了，我放弃，我飞低一点好了。他锁定我了。可恶，他是不是也要去抢那座飞机？不行，一直想要弄。不要！飞低一点！哎、欸，不要破坏啦！一根好近哦，这个不行了！一直硬贴，前面那个一直硬贴，不要逼我啊！剩四个啦，来不及了啦！我这附近都没有那个，没有圈圈了。放弃了。哦呦，那飞机怎么那么远？有人说皮在养高利贷公司吗？要入股？等一下，先我搞定这个，哇、哦，好险！哇塞，故意的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嘛！20，现在大家都20了，我只要抢到最后一个，我就赢了。现在还剩两个，还剩两个圈圈，拜托给我点机会，你不要再追我了，我差一个就赢了，我的公司是最后一个啦，哦，不要闹了，很近，靠了，我开老爷机，你硬追，最后一个，拜托，让我摸，我有看到，你不要摸，你让我摸，我差一个没，我差一个都可以赚，我公司可以买仓库，我们大家都可以抢了，你可以帮我掩护，你帮我阻挡他们，不要让他们碰，让我啊，血，我杀了你们，呀、yeah! 欸，哎，没中，可恶，看好不容易开这飞机就没了。
被吹。算了，我还搭公车回家好了。老板。